周五下午2点半，也没什么人。这个地方可能比较偏，但旁边就是万象城，桂林那边的万象城应该是人还挺多的。这里可能不在市中心，没什么人。还在建楼，贵阳这些高楼就很多。像我昨天住那花果园，哇，全是高楼。然后那高楼里边有公寓，但是看起来好像没有多少人住。然后照片与那个我住的那个房子严重不符。现在坐地铁到市中心算了。地铁还是挺好，但是就是它每一次进地铁的时候要安检。但是好处就是你有水的话可以喝一口就可以，不像坐飞机的话它水都不让你带。前面什么全是高楼，又是高楼，哇，一大片。不过这些看着像有人住，但好像也不是很满。哇，越来越多了。我来个三包洋芋，一小份。要不要加配菜？加配菜加300。啊，那就不要。我也不要吃二根，我不要吃。Thank you.
支付宝到账8元，微信支付8元。没有啦，我这边都有灯了。对啊。我得投影这个。你叫我录一份吧。我在那边买的。他付过了。
边走啊，你往外面走干嘛？酸汤牛肉都有的哦，那里边有酸汤牛肉。有啊，酸汤牛肉也有啊。你我就在这个酸汤鱼里吃酸汤牛肉可以。那你吃酸汤牛肉嘛？好、哦，可以，我可以尝尝、哦。你就跟他点一个锅，然后一个人。一个人点一个。啊、点一个就可以了嘛。还有什么什么蔬菜免费是吗？蔬菜2块钱一个，随你吃。啊、哦、啊。你要吃多少都可以。这个怪卤饭为什么叫怪卤饭？它什么都有。哦，什么？贵州特色。对。好。你就不要吃饭了吗？拿这个去嘛。啊？你今天下午？哦、就拿这个跟这里吃火锅吗？可以啊。哎，那我吃火锅直接吃，为什么要拿饭去吃火锅呢？哦，我就说你不用吃白米饭了，哦、吃这个就可以了。啊，对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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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对吧？我拿盘子给你装。我等我下午再吃吧，我现在对我现在吃这个对，啊，哦，那就是他那个火锅就是就米饭吃的是吧？也有米饭，也有水饺。我吃火锅，我不吃米饭。那就不吃米饭了。但这里人都吃米饭是吧？这边的人基本上都吃米饭。哦，行行。北方人呢，他都吃煮水饺。对，我北方。北方人喜欢煮水饺吃。行，谢谢、啊。这个倒是无所谓。哎，我给你。人家那个一个女孩子有一天吃了2斤2两鱼耶。哦，呵呵，有的瘦的吃的也多。嗯，你别看她一个女孩子。这一点你放心。我一看里面都坐的都是街边坐的都是两三个人一大堆人我一个人人家一个人多得很哦有时候啊、哦、哎我这个网怎么不好一个人吃的是有时候吃有时候一天支付宝到账12元。你说什么？一个人吃怎么了？一个人有时候一天要买，就是一个人来吃哇哈。啊。十几桌，他就是一个人，多得很。啊、哦，我怎么都没看见？我来全是什么一样好几个人在那吃，我一。他是在里面的嘛？啊。里面还有桌子的嘛？他一个人坐个小桌子就可以了嘛。啊、哦，行行，就这酸菜鱼这家好吃。
很热的，叫小肥猪地摊火锅。人还挺多的。